起床吃早餐喽，不要赖床喽，拜拜。几点啊？干！大家好，我叫阿阳，今年23岁，退伍后就在一家洗车行上班，日子还算过得去吧。人生不过就是如此而已嘛，简单就好了。陶哥，干你冲阿小，嗯，啊，加啦加啦，顶面有头呢，干你是要洗还是不要洗啊？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洗下清洁好不好？好好好，那虎机好你呢？拍死拍死，卖脑啊！你冲阿小，拍死！大哥，你看前面那个，那个新来的，洗车洗个乱七八糟，客户的车洗要掉漆，搞什么东西嘛？哎，现在的年轻人都是一个样啊！在家里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，一出社会，你看连洗车都不会，真是太夸张了。想当年我们两个把这洗车厂经营得有声有色的，现在招了一堆烂草莓，搞得我们洗车厂好像收垃圾摊一样，收了这些垃圾来洗什么车啊？真的，真是太夸张了，搞什么东西嘛？哎，五十二，这种大家心有没去唱 K 啊？记得帮我倒色哦。就你，他小啦。
大声点，跑啊！快点！再跑啊你！快点！